佛是谁识教金王啊？今时以大将中说，明王识教菩萨法，为因流落亡本愿啊。也就是讲，佛陀过去啊，不断用心教育，确实呢，有人多数的人啊，就是安尼听，真紧就去予因背起哩咯。所以佛啊，细说前面遮个文呢，就是拢佛陀再过来细说过去吼，不断拿来伫咧提醒，就亲像讲前面有涉及已经过去伫两万亿佛数，迄、那个过去的佛陀安怎来修行，安怎来引导？印度人人啊，会当了解佛法深奥的道理，唔是干那一世人了定，好、哦、无法度好去算数的以前，只干那为着一项代志，为着要予人人呢明心见性。这么简单的法，却是要用真长久的时间不断的教育，这是一种的细说，来跟大家人说，时间真长咯，累生累世啊，教了后呢，真紧啊，就搁再忘失。舍利弗啊，是一个代表者，叙述伊家己本身的心态，就是包括了真侪人呢共同想要表达的话，因为拢是同款随佛呢的因缘，唔知偌长偌久啦。过去佛陀呢，不断的教育，甲今生出世也搁在世，修在小乘法的，这下下一份以大众中的心声哦，所以啊，佛陀呢，伫大众中就开始再宣示。那，各大家人更搁较清楚，往昔教菩萨法，过去累生累世哦，经过了两万亿佛数，这么长长久的时间，都、就是不断所教的，就是菩萨。爱人人啊，重视菩萨道，确实呢，咱人就是因为为因流落，因为咱的烦恼无明啊，贪嗔痴、骄慢、怀疑等等啊，这种。周而复始，一世人过一世人，再过一世人，到底呢？多少生，多少世，这个生生世世不断复制烦恼，这些烦恼呢，都会着失去，所以叫做流落。虽然啊。生生世世
有因缘接触佛法，但是呢，凡夫法啦，凡夫这种的流落的烦恼呢，迄、那个福祉的量搁较多，就亲像在家人啊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事业、家业等等啊，庸庸碌碌，真无时间啊！听话啦，听咧，有道理哦，欢喜啦，我应该拾起爱改啦，我应该呢发爱精进啦，确实呢，听话的时间，你伫社会庸庸碌碌的时间，当然较少咯，复杂烦恼的时间，当然就较多咯。所以呢，这个流落无名啦，这呢，也都加真多吼。那真正清净的法，会当入心呢，那都真少啦。哪怕呢，出家修行啊。每早起伫咧听法，听法的时间，才有几十分钟呢。一天啊，庸庸碌碌啊，对人对事啊，这个环境烦恼伫咱的心中，阁是安尼阁来对比呢？伫咧做代志呢，难免啊，我会感觉。这盆花放伫遮较好啦，有人就讲唔对啦，遮都爱用竹啊来布置呢，才会好看啦。去到菜园呢，哦，今仔日爱野青菜的种植，另外一位就讲唔对，应该爱用硬菜。那可能呢，这小小的代志啊。无定着会互相竞争，兴菜甲应菜差伫倒位呢？同款都是要野种子啦。伫这个菜果已经拢总拍平咯，只干那欠这个种子落土，差不多的代志，甘都爱竞争。免啦，好啦，你若认为安尼好，就是同款，是一个烦，啊，这个烦呢，无有差错，无有分支啦，共同的结果，那应该呢，互相将就，安尼就会圆满啦，就唔免吼。搁伫迄个所在静止吧，听一寡在家菩萨啦，就讲来静下，短期修行，到菜园去呢。有诶师傅啊，观机祷告，低头伫咧过啦，不着石头啦。哦，石头哪会遮济啦？是啊，这就是咱的心地嘛，是安尼。心这片的土地，那发现着石头，啊，都爱赶紧甲捡去边啊。菜种起来才会水。哦，这个技术呢，听足有道理的啊。这就亲像我日常的生活，有当时啦，那碰到代志较困难，心就真烦啦，敢那烦伫心的外面啦，无有家己反省家己内心呢，这个心地啊，哦，原来是我家己有烦恼，唔是外面的代志困扰。啊，那是较熬出来的师傅呢，
会晓解法，安尼入去伫即个农作中，安尼来甲伊引导，因拢足欢喜个啊。所以讲，伫日常个生活，无离开法啦。也咱也是，心离开了法啦，那就是流落吼，就是搁再烦恼起来啦。那又是搁堕落凡夫，凡夫的法，心的无明，搁再起起来，这就是因为咱受够了后。真紧都忘失去啦，都未记得去啊！吼，佛陀伫这段时间一直呢复述吼啊，直直讲过去我安怎安怎来教育啊，偌长偌久的时间呢，甲大家人的缘啊，累生累世说法。教育，但是每一项的教育，无不都是爱大家行菩萨道，才会当有机会回归咱清净的本性。真呢，累生世都是同款，但是呢，地主啊，还是累生累世长久的时间。有缘受教啦，但是呢，真紧都忘失吼，这是咱一段时间听来的话啦，咱应该呢爱真清楚的纲领吼，咱爱会记哩，定定会记哩呢，咱已经依佛有缘，才会搁伫现在呢。释迦佛法中啊，咱搁再延续吼，再搁再来复习，咱过去已经甲佛有缘过的修行，咱即世人啊，爱赶紧紧把握时间，有缘闻法，法爱入心呐，自在，咱即佛地中吼。唔通呢，受外面的境界来扰动咱这点道心，所以正面的经文呐、啊，讲你亦当也随我修行，我以方便引导你国成我法中，因为呢。过去佛陀已经伫遮长久的时间伫咧修行，同时呢也是不断啊，甲大家人教育啊，确实呢，以哪修行哪当者来教育，确实呢，那还是长夜茫茫啊，无明中夜，那凡夫啊。伫咧听法，也哪听有啊？也哪听无？啊，听有诶呢，感觉做未到啊，真困难。这拢总是心地呢，黑暗诶长夜吼，黑暗诶，啊未天光诶暗时啦，还是带着凡夫心嘛。无明呢，来修教吼、哦，这些佛陀安尼讲吼，我以方便引导你国成我法中，人人都是一个困未醒啦，或者是呢，一个是伫茫茫的中夜中，烦恼也未尽啦，也就是。咱内心啊，迄、那个曙光啊，也未浮出来啦。真诶，叫做中夜吼，伫即种，也搁带着无明，
无明也未尽智啦，安尼呢来受佛所教育。那下面这段再搁再讲吼，舍利弗啊，我是教你自缘佛道，你今释王二遍自为一的灭道啊！这样佛陀搁再提醒舍利弗，在长久的时间，迄、那个心呢，心灵的曙光啊，也搁也未浮起来啊！舍利弗啊，我是教你自缘佛道，过去两万亿佛迄当中，我伫咧修行的时，那佛陀迄个时阵，得来了遮尔正多的结缘种，经过二万亿佛所，都是同款的安尼的方式，上求佛陀，下度众生。这些修法的众生啊，生生世世追随过来，所以那当阵开始就是教育啊，大家人爱自愿佛道修行，咱来发大愿啊，立大行啊，大愿就是世度众生，那世行佛道，这就是咱过去啊，随佛修行的。你我拢是伫迄个时阵，安尼佛道一结缘种，咱安尼一路直直来啊，到现在，就是咱伫这长期的时间，佛道。安尼讲，你今失望，我一直一直安尼传，都、就是希望人人呢发安尼的愿，大家人呢又是个袂记哩起咯，二边诸位一直灭度啦，哈、啊！大家人到现在这世人呐、啊。有缘在一起啊，还是呢随我修行吼。那大家人又是搁在偏执的空有的所在，所以大家也搁是无有彻底安尼圆满呐，只敢那求自觉，也未发心要求觉他。发心容易，行心难啊！哈、哦，这个心真紧都袂记哩去咯，哈、哦，真紧都袂记哩，是因为呢，志愿不清国，自有中道伟大实效。咱这个心的根啊，那么真深、真坚固啦，咱容易呢学了后呢，真紧咱又是搁再累积里去，都搁再失去了迄念呢，当初发愿的念头哦，因为安尼在这个中道啦。哦，那有什么款的这个烦恼无明啊？外面的境界甲咱诱惑，安尼呢，咱的心啊，就开始对着境界转去了。安尼呢，咱就也
慧大发大心嘛，啊，咱就该弃地掉去啦。开始呢，我再回到转来修习小我、自觉、自利这些。时间长嘛吼，那咱会发愿无深啊。最近嘛，一直甲大家人分享啊，爱会记哩，唔通忘失初心，唔通袂记哩呢。咱初初发愿迄念心，这是真重要啊。幼小的囡仔。都会通了解啊，何况讲吼，咱老修行者呢，各位，咱爱好好用心保护吼，啊，唔通呢中毒啦，啊，你过去可以袂记哩吼，金烛为灭度，唔通讲吼，我安尼修，我安尼得吼，啊，佛陀呢已经过去啊。不断安尼讲，我有家人咯，爱志愿佛陀，但是咱现在呢，都未记得起，所以呀、啊，有这个忧啊，担忧家己的修行方法吼，那担忧呢，未来呀、啊，到底烦恼有起底呀无？咱大家人也阁无真清楚了解吼。这些佛陀在大众中啊，公然对大家人讲的话吼，过去，安尼来引导人，安尼来教育人，教育人爱发大心，爱立大愿，立人群中呢，才会当磨练咱这念心，就亲像咱现在，如是道理吧，一菩萨呢，对人群、天下事呢。如是热心嘛，这唔惊辛苦，就是安尼专心伫咧付出。在家菩萨是安尼，出家修行者嘛是安尼哦。那是愈有发心，愈投入伫人群中，了解人间事愈济，佛法不离世间法，一旦。见证人间法，见证佛法，亲像安尼修大圣行者呢？虽然呐、啊，讲起来加真辛苦，对待自身都爱保护这点清净的心，对外呢爱立人群中去，爱教育去将佛法。亲像报警的人去也经济，但是呢，佫未受这个外面的环境，是风是雨，是大太阳，这境界啊，予咱退失了向外付出这点心，真呢，就是啊，愈是发心，愈唔惊辛苦。如唔惊辛苦的付出呢，所工作啦，的收获是愈大，真呢，这种的体悟吼，所以啊，佛陀向着舍利弗呢，安尼讲过了，过去长久的时间，本来佛的本怀啦，就是要教菩萨法。就是向舍利弗呢，就是安尼讲，对舍利弗，恁大家人，就是期待人人会当把握因缘呐。
在修学过程中，一定呢爱严厉他人，唔通伫中途呢，搁再忘失吼，这嘛会用个讲，讲过去是安尼教恁，现在袂记哩啦。现在搁教恁启发呢，恁唔通吼，将来搁袂记哩吼，这些凡夫时时都有发心啊，退道发心退道，时时呢发心，时时退道。那安尼啦，搁较长久的时间啦，咱也难得真正体悟佛的教法，各位。学佛真正是爱好好用心来学吼，也那无呢？逐天听，逐天发心，逐天都搁未记得起，逐天都是周而复始。那么一世人，一世人发心，来世人呢，又搁在环境悠闲，又是搁伫。凡夫人间法啊，无明烦恼啊，搁在覆盖咱的心，咱又是个这念心修行的清净心，搁会流掉去啊啦。那亲像安尼呢，周而复始啦，一世人过一世人，现在今生出世，一天搁会过一天。一年过好一过一年，同款呢，法安尼伫咧听，同款呢，安尼伫咧老实吼，同款烦恼呢，不断在复制。你想，咱要到什么时阵啊？咱才真正呢，会当甲佛，会甲海呢，交汇在一起呢？各位菩萨，学佛要记着吼，那咱佛陀以往啦，已经教菩萨法，这个教菩萨法一定要定定伫咱的心，千经万论啦，归纳转来呢，莫非呢，就是要教咱行菩萨道啊？咱唔通呢，搁再有。这个流落吼啊，忘失了咱的本源，所以咱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。